西堤餐厅群聚扩大，不少民众也担心餐厅内用染疫风险高。医师提醒，餐厅厕所是最容易传染的地方。国内专家分析，因为病毒可能会残留在厕所的门把上，尤其是门把内侧。根据病毒学杂志内容显示，在摄氏20度昏暗的光线之下，新冠病毒甚至有可能存活到28天。厕所门把正好就符合了这些条件，因此专家强调，用餐之前勤洗手，还有正确洗手都非常重要。西堤餐厅群聚扩大，不少民众也担心餐厅内用染疫风险高。医师提醒，餐厅厕所是最容易传染的地方。国内专家分析，因为病毒可能会残留在厕所的门把上，尤其是门把内侧。根据病毒学杂志内容显示，在摄氏20度昏暗的光线之下，新冠病毒甚至有可能存活到28天。厕所门把正好就符合了这些条件，因此专家强调，用餐之前勤洗手，还有正确洗手都非常。